是云姐。今天呢，本来是填这个泥土的，结果车卸进去了，另外一辆车呢用空车拉不动它，所以他现在去拉，再拉一车来，那重的时候就看能不能再把它拖出来。现在僵在这里了，师傅在旁边休息，还是蛮严重的。其实我们用的已经是这种带石头的了，但是一不小心还是陷进去了，估计那里有一些泥巴，看没有，一些泥巴陷进去了。之所以这么赶呢，是因为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打井，那打井的车呢要过来，所以我们就想着先把这一溜先给它填了，那其他的地方啊等完全干透了再填。本来是让那个挖土机来帮我挖的，结果那个师傅呢昨晚上临时跟小肖变价，价格变了。这小肖的脾气啊，你对我好我都给你都写，你要是敢这个跟我耍这种小便宜了，小肖就是不认。所以今天是我们几个在这挖，我跟你讲手都挖起泡了，就是这样子挖挖，衣服也换了一套了，没办法。可爱的小同志，来看看你的手，看看你的手，来看一下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手啊，这已经是不知道是第几层血泡了，看到没有？后悔药，那个戒指，这个那个手，那一层泥是不用了，这个手怎么样？这个手还好，没起血泡，这是茧。这辆车来了，这个师傅终于可以。希望这样能把那辆车拉出来。不然这么热的天气，大家都不好受。用那条铁链，给他变，他情愿自己累死，也不跟他妥协。这把锄头是我用坏的，没钉起。
卡的。拉不了。还是不行。加上天太热，小超开始给地基浇水了，现在是一天浇三遍。弄完，云姐，婚姻鸡汤来喽！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都跟他一起承担结果。明儿见了，拜拜。